哦，那为兄不胜感激呀！祝三王妃生辰快乐，此乃我献上的一份薄礼。这是我特地熬制的一份炖汤，还请王妃趁热服下，对身体有帮助。 多谢弟妹，味道甚是不错。此为何物？心。什么？此心，乃我献给三王妃的一份寿礼，祝她心想事成，还有你们俩永结同心。 亮离，你要干什么？王爷，您莫要动怒啊！这可不是一般的心，以此心为引，可以救将死之人，抗万毒之痛。放肆！